자, 이제 喝完水了以后，我有些话要跟你说。今天我去水族馆的时候，真是特别开心，我看到好多好多好多的鱼在我头上游来游去。你知道吗？它就是那种玻璃在头顶上，然后水在顶上，鱼就在上面游。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鱼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 我觉得特别神奇，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，就是如果你能跟我一起来的话，我应该会更开心。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我就是很奇怪，我就是看到好吃的想叫你一起吃，看到好玩的想找你一起玩。 我连看到路边一朵奇奇怪怪的云，我都想马上拍下来发给你看。在路边看到一朵很奇怪的花，我就想赶紧叫池燕，你快来看呀！这边有朵很奇怪的花，我就是什么都想跟你一起分享，什么都想跟你一起做。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很开心。池燕，我觉得我应该是。 迟言，迟言，爱奇艺。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